OK， 下来了。你几级啊？我三级的，我大招出不来啊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来到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啊。我们现在玩的叫溜溜球篇啊，现在啊差最后一个任务了，用溜溜球把这个末影龙打死，这个坑就结束了。OK， 那咱们看一下啊，空气啊，你在哪儿呢？OK， 我看看啊，空气啊，你能不能帮我领我到那哪儿去啊？去那个末地啊，带我去呗，咱把末影龙干死就完事了。OK，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坑，这个坑就能完结了啊。有的人是从半道看的啊，怎么卡成这个熊样了 ？OK， 空气你到了吗 ？OK， 我看看，我去空气那儿，好、哦、来了是吧？就这儿呗。末影龙复活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加后盾啊！我的妈！拉我过去！空气是复活了还是没复活呀？不是复活龙了吗？没有龙啊！空气还得来一个啊！糟了是吧？还有我，谁呀？你们还过来吗？龙呢？加个后盾，能得干什么？拉谁过来呀？有这个捣乱劲儿的，拉谁哟？哎，我整错了，我去空气那儿。OK， 龙呢？怎么打的呀？空气啊？我看看啊，他说用这个打。空气，你帮我一块打呀？这木影人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打不着吧？哎呀，你这个捣乱劲儿的，非得拽我，我待会死这儿，等会儿。哎，你这个捣乱劲儿的。好了，空气啊，是常规打呀，还是用那个溜溜球就能给他干死啊？我加护盾啊，你是真烦人呢，这个。哎呦我的妈，龙已经掉了，龙搁哪呢？龙哥那儿呢？那个水晶用不用给打破呀？还是能把他给干死自己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又饿了，吃个饭吧。正常应该把水晶干碎啊！好像空气说两个大招就没了，我怎么没看着呢？龙得先下来是吧？等他下来的时候再打他。哎，这末影人是真烦人。下来没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加护盾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谁呀？老打我呢？木影龙，空气啊，到底咋打呀？等他下来，放那个火焰战士大招就能给他干死。他不下来，主要是啊。大招！哎我去！还没死呢，这货挺精活呀。这末影人有点烦人啊，加护盾。OK， 下来了。你几级啊？我三级的，我大招出不来呀。我给他干死了。伤害低的过分，我给他干死了。哎我的妈！这个坑就完事了，我有点舍不得这坑哎。好吧，好像这一期就最后一期了，小伙伴们。OK， 那就打完了，那咱们就回去吧，回到家啊、嗯。然后呢，那就开创造吧，好吧，开创造吧，嗯，所有人都开创造吧，所有人都开创造了啊。好吧，那咱们就是吧，找一找是吧，看一看，这都是哪儿啊？这是我的家，然后这旁边是空气的家，瞅一下啊，都有什么东西啊？拍个封面，我忘了拍封面了，把龙打死了。OK， 我看一下啊，这边是我们的那个下界合金炉子是吧？然后这个是无限水，然后这边是附魔台顶级的，那边是地狱，好像也没干什么呀。OK， 然后这边是二楼啊，这还有个装置我忘说了，这边有一个站在这儿啊，可以加经验球的啊。别捣乱，我介绍东西呢，可以拆吗？可以炸了。OK， 我看看啊，咱们呢，首先来到这儿呢，是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呢挺奇怪啊，一半在山上，一半在下边，谁这么缺德呀？
你怎么不毁你自己家的，毁别人家，缺德不？这个猪圈，这不是这个猪圈，谁能整了啊？在悬崖峭壁上面呢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个坑啊就这么完结了啊，是吧？空中打击攻击，哎呦我的妈，攻击打那村民能打着，打不着呢。OK， 我看看啊。打死了，这个溜溜球啊要比那个什么攻击几十的剑要厉害的多啊，这个啊。护盾攻击，对，完结了差不多。我呀第一开始我是打的是他啊，他叫米姐。你看他手里那个溜溜球看着没，就是这个回血的，这个叫幻光，是吧？幻光飞轮。他呢可以回血，前期为我们这个保命啊比较重要啊。OK， 可以可以，然后呢咱们就拿它一直打怪什么的，一点点升级，下矿也不怕了啊。正常一个人下矿比较危险，是吧？有了这个溜溜球以后呢，咱们集齐了另外七个溜溜球，它是什么的，手里有啊，它是摩天轮的啊，咱们干它一下看看。弄死它，弄死它，你瞅啥呀，我给你来个大招劈死你，剩二十多滴了，攻击他死了。你看他们死的话会掉这个卡片啊，这个叫核心，看着没，摩天飞轮核心，这个加上丝线加上四个铁锭就能做摩天飞轮溜溜球，然后你就得到那个溜溜球了啊。我剩下的溜溜球都搁商店里边呢，我给大家想到哪儿我就给大家介绍到哪儿吧啊。六种，然后呢都不一样，七种，不是八种啊，八种啊，八种 NP 键呢，这边就有啊，有这个各式各样的溜溜球，这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幻光飞轮，然后我常用的是这个啊，极速战鹰，空气一般用的是这个。他说这个两招就能把那个木影龙给打死啊，确实打得挺那啥的啊。好吧，咱们现在呢好像几乎就没什么了，一直在这个挑战啊，挑战，然后做那个溜溜球来的。刚开始呢来，哎呦我的妈，这我还没介绍完呢，你们都给扒了，你们烦不烦呢？这样啊，咱们是这个流程是这样，根据这个溜溜球呢，咱们假如说我们要这个啊，爆裂龙珠，这样的话它就有介绍，看见没，麦夫队使用的溜溜球，那咱们得去打败它。我看看啊，哪个是啊，这个是吗，麦夫队，看见没，根据它然后挑战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把它打败了它就会掉那个东西啊。好吧，那咱们就开创造把它弄死吧。OK OK， 出来呀！哎，咋不出来了？是不是他们把那个房子给毁了的事儿？那个学院呢？学院都给毁了，完了，我这怎么回事？他又出来了，你这啥玩意儿？挑战开始，好吧，把他劈死啊！两剑可以一直用吗？不行啊，开创造也不能，是吧？也不能这个连续。那个冷却啊，不好使，还得等一会儿。OK， 把他劈死。你瞅啥呀？你大难临头了你就要嘎了你。OK， 好像也没什么了啊。耐久过低了，把他劈死了。你看他就掉这个了，看到没？这个卡片，这个卡片叫爆裂龙珠核心，拿这个，然后一根丝线，四个铁锭就能做一个爆裂龙心的这个溜溜球了。大概这个意思吧。好吧，还有什么介绍的没有？我们看一下啊。有一点卡顿呢，也不知道因为啥。是不是他那个什么呢，他们好像炸东西呢，炸那个房子什么的啊。那咱们再去趟商店吧。别告诉商店他们给毁了。这个商店里边有卖的神器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吧。有货币商人，还有那个杂货商人，然后小伙伴们缺什么东西都在里边卖呢，比如传送书啦，是吧？然后你现在有很多的钻石，可是想有点黄金都可以兑换呢。这是卡了吗？好吧，那这个坑呢好像只能这么结束了，卡了好像。他们好像搁里边放的 TNT 啥的，这个捣乱劲儿的，王坑都不能王坑那个什么痛快点嘛。好吧，这个坑呢就这么完结了，小伙伴们应该他们个人劲儿的溜溜球边就这么撒花完结了啊。可以可以，感谢小伙伴们一路跟着这个视频啊。好吧好吧。